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志飞拍一个视频。这个视频是我要看看，志飞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吗？对，天呐，然后好，我们试一下。我嗯。现在很担心，不知道你会问什么问题。我问的问题都我觉得很简单，嗯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但是我们看看，OK？好，好你准备好了吗？，OK，我准备好了。嗯，好，第一题，我的老家在哪儿？我知道，我这个问题我太知道了，我知道是福建省，对，对，你的老家在福建省，然后我忘了是嗯，什么市，但是我一定记得是什么村。石坑村，这个不可能忘记，因为就是听起来是屎坑村，所以永远记得。嗯，我的村子的名字很好笑，它真的就是听起来是屎坑村，但是其实它是屎坑村。是 好，所以第一题你答对了，很好，对，我的老家在福建，嗯，福建，然后我的那个村子叫屎坑村。对，好，好，第二题，志飞，我有几个兄弟姐妹？我知道你有一个姐姐，嗯，我猜你有你有一个姐姐。啊，不对，我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哥哥。但是你从来没说过你的哥哥，对，因为我不想说他们。我不喜欢他们。不喜欢他们，只说你的姐姐。对，我跟我的姐姐关系还可以，我们也常常吵架，但是还可以。她和我的妈妈差不多，但是我和我的哥哥，我们很少，联系，很少说话，嗯。是因为他们比你大很多吗？是因为，不是。不是因为他们比我大很多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奇怪的人。嗯，好，第三题，志飞，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学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什么专业？你上过大学吗？哈，我谢谢你。我开玩笑的啦，我知道你上过大学。嗯，好，你学的是日语专业，哦，你记得，OK，好，很好。对了，是厉害的，吧？我厉学的害是吧？日语专业。嗯，因为什么我记得？因为我们在巴厘岛的时候，你说英语和说西班牙语的时候，你的性格和说中文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开始说日语的时候，就是完全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很温柔、很小声啊。这个真的是素静吗？对，我说日语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我很小心，然后我不想要很大声，然后我不想要麻烦别人，我不想要让别人生气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文化里的一个东西。但是为什么你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时候你这么吵？因为这两个文化就是大家都很吵啊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吵？对，懂了，好。很好，说对了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志飞，我有
几个前男友。好，我知道有一个人，好像就是有一天睡觉的时候睡得很像猪，你说他是一个猪头，好，那个是猪头男友，第二个是我不要你做我孩子的爸爸那个男朋友，这两个都是中国人，对吧？对。那我觉得，在这个中国人和你现在的男朋友之间，肯定不可能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再加一个人。那你有过三个前男友，不对，对不对？不对，10个，超多。刚才你说，猪头的男朋友和 我不想和他生孩子的男朋友是一是个一人，个，对，是一个人，对，我觉得我有1.5个男朋友，对，一个。就是这个男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很长很长的时间，7年8年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高中的男朋友。对，高中的男朋友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他不是真的男朋友，就是两个孩子一起吃饭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觉得我有一点五个只是在一起吃饭吗？的真的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他的女朋友？你不觉得这个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吗？在中国的文化里，我们都说"我喜欢你，你要和我在一起吗？"然后你说"好的"，然后你们就是男女朋友，然后你们开始一起吃饭。我的中国男朋友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不对，我觉得其实我只有一个前男友。就是他，对，就是这个猪头。我希望我的前男友不要看我的视频。对，我觉得我问很多人，可能大部分的人看我，他们会觉得，素清看起来有很多男朋友，对，就对不是那对？种数不过来的，对对对，但其实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间都很长很长。好，OK，第五题，志飞。我的爱好有什么？都是很简单的题，为什么我都没有说对？好，这次我要小心一点。你喜欢？关瑜伽算吧，算。好，我不可以说我不喜欢，因为我喜欢，但是我不做。对，我现在不做瑜伽。真的？你喜欢跳非洲舞？很好，对。你喜欢弹钢琴？对，很好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弹钢琴和跳舞。我的爱好其实我觉得你都知道。我学习语言嘛，学语言是一个爱好啊，对不可对？是你最近没有说你在学习，哦，你在学习法语。我每天都在学习，哦，厉害厉害。还有一个爱好，我们两个都喜欢的，我们旅游。旅游是不是爱好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爱好真的很多，但是有一个我们俩都很喜欢的，就是唱歌呀。可是，也是哦，对，我已经忘了我有这个爱好，所以我也忘了你有这个爱好啊。好，对，对，好，最后一题，第六题，志飞，我去过哪些国家？我的天，你去过很多国家，中国，错。我没有去过很多国家。但是真的吗？你去过中国、澳大利亚，然后日本，
然后如果台湾也算的话，那就是四个。然后还有是哪里？你也去过巴厘岛、印度尼西亚，你去过泰国，我记得你很喜欢这个泰国菜。你至少去过6个国家，但是感觉有点少。我不知道名字，就说7个吧。我想，你说的对，有一个，对，你说的有就一是，个我不知道。对，我去过俄罗斯，OK，旅游对。吗？对，我坐火车去的俄罗斯，从哪里？北京，我很想做那一段，对，但是没很有你好，想的那么好玩，其实有一点点无聊，很长是不是？很六慢？天，六天，哇，OK，明白，懂了，好，所以今天有，其实我觉得我问你的东西就是。我告诉你的，你大部分都知道，你都记得，对，所以你真有。的是我的好朋友。好朋友，那下一个视好，频，下一个视频，志飞，你要来考考我，对不对？好，要考就考难一点的，好，对，大家去我的频道看这个视频，对，好的。那我们下个视好，频见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想看更多视频吗？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lazychinese.com，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。在零基础的视频里，我不教你拼音，不教你语法，我会告诉你一个。很简单、很短的故事，我会用非常高频的词汇来告诉你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如果你不认识汉字，我也给你准备了汉字课，我会告诉你汉字背后的故事，我也会用汉字告诉你一个很短、很简单的故事。我的视频内容非常多元。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。如果你喜欢看中国经典的故事，我做了非常非常多。如果你喜欢看食物的视频，我也做了很多很多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如果你想听我的个人故事，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。现在我还邀请了风格不一样的老师，对，还会有更多的老师加入 Lazy Chinese。我们也会在网站里加入更多的功能，这样让你的中文学习更方便、更有效。好，所以欢迎你去访问我的网站。